这是给大家准备的那个材料包，然后有一些颜色呀、还有工具啊，包括一个24.8厘米的一个活性炭的炭盘，还有一个小的支架。就新手做这个材料包的话，自己尝试去做这个工艺的话，尽量的就用这种就是比较尖锐的这种的铲子，如果说比较那个宽头的话，可能大家掌握不好。再就是给大家配了两个比较小的吸管，然后这个头是比较细的，如果说大家用的是比较大的或者头比较粗的话，做比较细的小的一些细节的话处理不好。然后再就是之前视频给大家看的，就是我处理的一个镊子，还有就是固砂胶啊、粘膜胶以及掐丝胶、喷壶，还有调色的一个小的盒子，还有这个胶瓶，就是涂胶用的胶瓶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涂稿复写纸教程的，就是文字版的教程，还有下边那个视频版的教程的二维码。基本上工具材料就这些，还有丝什么。